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吃游青岛。现在青岛已经开海了，今天我带您去离青岛市区最近的码头，去看一下海鲜价格。这鲅鱼多少钱啊？鲅鱼十块的，十二的，十五的，安心啊。这里下多少钱？十五。啊，十五。啊，老婆，老姐子，十五一斤。哎，十五，哎，六十五两斤的，十五。这什么鱼不？鸦片。啊，十五一斤。啊。啊，十五一斤，这是刚拿上来的。都这串这个碟子啊，弄。你虾怎么样？二十斤了哈，真新鲜，最后一把的虾，借了130。130？哎，我是咱们海捕的。海捕的虾子。二十一斤，对，20是俺家给我家的，咱们海捕的哈，错不了一点。什么二十一斤啊？你是这个？哎，内虾二十一斤。这个蟹子130？哎，蟹子130。米虾怎么卖？十五一斤。没事。是刚上来的。刚上来的。我两块都八月了。十二的。九块的。九块。嗯。啊，再种十二。再种十二。带鱼呢？带鱼这十块的，这十二的，这25的。哦。这是鸦片鱼在这。鸦片多宝都有，这鸦片，这多宝。啊，鸦片怎么卖嘛？十块一斤。十块。啊，十块一斤。啊。刚上来的是啥？对，今天我穿的呀，天了，那么。看一面。这个里虾怎么卖？32斤。32斤。对。15斤就是。对。15斤不卖，32斤。对。啊，鳗鱼怎么卖？81。80。我这个大啊，还活着。来，小花队来。啊，小花花10块2斤，那八袋了。15斤。什么鱼呢？啊，一样。这冰块怎么卖？15两斤，20块钱给3斤。这个立夏。21。螃蟹。21。这是。这是鸦片还是啥？小鸦片。啊。怎么样嘛这？21斤。都活着啊。20斤。这个老板鱼怎么样？这个21斤2斤85，正宗胶州味立香哈。这个立香八天一次就吃出来了，都是国外的21斤。这个蟹怎么卖？蟹子150，不费不要钱了，我给你把蟹子一块儿给你。这不是蟹子？没有了，没有20行了，25的哈。哎呀，你太夸张了哈，20啊，2斤35，真是的。胶州味的立虾，这个立虾八天一次就吃出来，这不是口味的哈，口味你光看大没用。要多少？够不够？我再买点吧。虾货怎么卖？15两斤，再个大两的蟹。15两斤。对。要吃是不肥的，明天你们过来找我，我们钱给他们了，15两斤，哎呀，这八袋便宜啊。